迎来到王者至尊的节目，我是主持人陈玉。现场为大家邀请到的是股市当中的专家，华冠投顾王彤王老师，神仙大神你好。哎，今天大盘又涨了？对啊。哦，好奇怪哦，不是大盘涨不动吗？是啊。不是13000点的天花板吗？对啊，好奇怪哦。好奇怪啊，好，等等我帮各位解啊。来，主持人好，各位听众，各位观众，大家好。哇，老师，大家心情应该都是不入的感觉，因为呢，台股又上涨啦。对啊，对啊。要我到今天为止啊，所以说盘中啊，10点开始，11点也好，12点多也好，我收到的讯息都是两个字，感谢啊。不，那感谢是当然的啊。对。另外呢，市场上，我讲市场上的啊，就是棒康啊，我说，我就真的跟他们讲，我说你脑袋是不是有病啊？还是说是你眼睛真的有业障？你看啊，我们现在进入到这个电脑画面，10点的时候在这个时刻，对，11点多的时候在这个时刻，一下来就是棒康啊，棒康啊，好好，到了12点在这个时刻，对不对？又要棒康了啊，到了尾盘的这个时刻又上去了。我真的搞不懂哎，你们到底会不会看盘？是啊，我真的觉得很纳闷呐、啊，对不对？那老师，我先跟大家报一下指数好了。哎，好好好好，来来来，开始来。今天来到了11月8号礼拜喽。那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台北股市的表现。大盘中场上涨了124点，收在13347点，成交量为2227亿元。哇，老师，我还记得你昨天在飙马影音的时候预告今天的台股，老师我可以说吗？哎，说说说，没关系，过去的都可以说了，没关系啊。老师，你就告诉大家盘中会压回一下。哇，老师，今天盘中真的有压回一下哎、欸。对啊，压回来幅度不多嘛。对啊。你们的紧张什么啊？我完全不用紧张，还是一样上去了，对不对？对。哎，我现在告诉各位啊，今天这个大盘没有做头迹象。我今天在这里，我也不太方便公开我的盘讯。是，我来告诉你，不是我不准，我准到会吓死你，真的。但是呢，我不想给太多人看，对啊，所以我就会留到飙马影音里面，会来跟各位解说。我们关起门来，再来慢慢的看。昨天关起门来啊，我只告诉各位几件事。对，第一点，黑手做多，你非要放空，我也没办法，对不对？我讲到这样子的还能够怎么样？是，好好好，那是你的事啊。再来呢，这个盘上不去，盘上不去，我刚才讲过了嘛啊。再来呢，我也跟各位讲啊，我说啊，市场上很多人被修理，修理怕了，做多也赔，做空也赔，对不对？像今天呢，我得到一个消息啊，来，我打两个我给你看一下，4961，来看看清楚啊。天宇今天涨停板，看到没有？看到了。我不是说我叫你去买天宇，不是这意思啊啊，我不是叫你去买天宇，而是说是我今天收到的消息是说啊，有一个人昨天去带的会员，昨天去棒康天宇，哇，今天涨停板，他赔钱嘞，好厉害，功力十足，我佩服得很，对不对？反指标啊！啊，这个市场上不要说我啊。不只是我，应该很多人都知道了，很多人都知道这位仁兄是谁，好吧？我这个也不用讲了。今天呢，我解盘前先跟各位讲一则很重要的讯息，我请你一定要看清楚。你看啊，这个标题是开着噗噗去换电，噗噗你都知道什么了？电动车了啊？对 ，MIH 电动车应用 GoGoGo 的技术。哎，我们现在开始话讲回来。你们现在外面有骑过 GoGoGo 吧？有。陈宇骑过没有？骑过。哦， GoGoGo 是电动摩托车了。对，很安静。很安静，走过我的旁边，我根本不知道有车子来。对。真的，我都不知道有车来啊。那现在要跟各位讲那个重点说， GoGoGo 你要不要加油？不用，换电就好了。他的电动车你加什么油啊？对不对？不用加油哈。那你怎么去换电？就要去那个充电站。好。是不是把你电动车里面的 GoGoGo 里面电瓶拿出来，对，从上面拿一个新的电瓶放上去，然后呢你就骑着走了。对啊，没错吧？没错。哎，你说怎么付钱？付钱从你的那个手机还是什么东西，就是从那边扣钱，对不对？对，它都有一个号码的，就是自动从那边扣钱，从那边算。你 GoGoGo 是不是也可以租用？那我现在要讲的重点是说 GoGoGo 这个电动摩托车非常普及化。陈宇也会啊，对不对？
只要是年轻人，你满二十岁、十八岁会骑摩托车的人，大概都会骑 GoGoGo， 对吧？这个是正常现象啊，正常现象啊。好了，那么 GoGoGo 会这么普及，为什么电动车不会普及？电动汽车还没有把它普及，原因就出在充电。那你 GoGoGo 是不是很方便？一拿一放回去，好了，你就走就好了，对啊，就没事了。那电动车充个电那不得了啊，快充也要40分钟啊，哇，好久哦，慢充要3-4个小时啊，是不是？是，现在技术大突破了，诶，所以我今天告诉各位这个新闻，请你看清楚啊，这里看清楚啊，关于3人座6人座啊，这是台北报道的，台北报道不是我写的，台北的新闻呢啊，9人座电动车所使用的动力系统，郑显聪表示，一将根据不同车型与相应的动力系统业者合作，而在电池方面，以鸿海的磷酸锂铁电池足以支应小车需求，也不排除使用固态电池，采用 GoGoGo 的充电技术。看到了没有？看到了。若 GoGoGo 在2025年做成固态电池，能量密度较从前的 1.7 度到现在的 2.5 度，这个数字我不太清楚，但是我只跟你讲这样的情形。好，那么重点是，太深奥的我们不用去管它。对。我们只要管结果就好了。这个结果就是充电的问题是不是解决了？是。那充电的问题解决了，那就造成几个现象。第一个，电动车是不是会被大众所购买了？对，普及化。普及化了嘛？因为我如果开的汽油车，我就充个油，加个油是不是也要10分钟？对，5分钟10分钟总要吧，对不对？但是现在呢，我不要这样子了，我开始换成充电，充电是不是更快了？嗯，我刚才讲过了，电动汽车充电快充要40分钟，慢充要2到4小时。3到4小时，你这个问题是不是克服了？好，克服了就代表市场的需求会如何膨胀了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这里面还告诉你了，用谁的技术呢？ GoGoGo。 还有呢，谁在主导呢？鸿海。所以讲到这个讯息，我就告诉你，鸿海的股票你们多注意一下吧，不要看它现在不涨不涨，它哪一天都得跳2个涨停上去，你知不知道鸿海的股本有多大？对不对？所以鸿海被看好嘛。现在呢，我跟你讲啊，王彤告诉你啊，这是11月8号1:20消息啊，王彤告诉你，电动车应用 GoGoGo 的充换电技术， GoGoGo 的充换电技术，看到没有，将是电动车普及化最后一里路了。看到了没？看到了。你这个事情做成了，我刚已经跟你讲过了，把所有充电问题都解决了。大不大？很大啊。大不大的商机啊？非常大的商机。做得好了嘛。而且老师会带动其他相关的个股，哎，这一定的，这一点，这周边的效应一定会发挥的。对，我们来讲一件事情啊。好，大家在台北，我想大家都住在台北的比较多嘛啊。对，高雄的早就有了，台北现在的路上跑的也有大型电动巴士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，上面都写的电动巴士，然后挂个绿色的招牌。有，我是讲那个公共汽车哦，已经有了，已经在跑了，不能说是没有啊，不是空气呀，对不对？这些都是未来的趋势。那么未来趋势往这一方面一走，你就要注意到它相关产业链，它的股票，这不是很简单的吗？对啊，万老师你暗示太多了。对啊，我今天跟各位讲的应该很多了吧？非常多啦，都讲完了。都讲完了。那我们下半场还有更精彩的内容，因为至尊大师昨天发了3包红包，对不对？当然至尊大师还没有发完红包，今天呢至尊大师又发红包给我们的会员朋友们，而是什么样的红包呢？我们下半场再告诉你们，所以千万不要走开，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咯。不要走开，还有更精彩的内容，也欢迎您点赞订阅王通老师的频道。想了解更多股市的资讯，也欢迎您加入 LINE 生活圈， LINE ID 是小老鼠 KING 5588，或是拨打服务专线02663032213221。
欢迎持续回到节目现场。哇，老师，我们赶快公开这包红包吧。那交给你了，好吧？好，没问题。至尊大师在早上9:21发出了一则讯息，内容是2368金像店买较多者，现在股价正在急冲，可在91.2元以上获利，再出部分持股。剩余的持股也请将停利点上移至叉叉元。好，我们现在先看一下2368，来打上2368给你看看啊。你看看是不是这时候开始急冲？有没有看到这时候在急冲？有。有没有？有。我发给你的时候9:21。对。看到没？啊，好了，你看是不是这时候急冲？对。急冲压完一样再急冲上去，最高达到多少？93.4。哎呀，真的，我很感谢金像店啊，因为金像店呢，我们在你身上赚了很多趟了。对啊，玩了好几趟，老朋友啊。从前年开始玩到现在，我也数不清了，对不对？是。那个你要把资料调出来太多了。对啊。好了，既然是出去了，我们就要干嘛呢？恭贺给大家，恭贺讯息。啊，来看一下的啊，好。至尊大师在早上9:25发出了一则讯息，内容是：恭贺各位2368的金像店。市价出在91.9-92元，我们买在77-77.4元，这是今年的第72个红包。哇，老师会员好开心哦！你看一下金像店，今天最高是不是冲到93.4？是啊，这时候高点是不是93.4？对，那后面当然有稍微盘嘛，然后就开始下来，对不对？收盘89.2。哇，老师，你卖在几乎相对最高点呢？够不够啊？很够啊！那这个是不是叫红包？是啊，而且这个也叫实力，叫操作啊！对了嘛，来，我们讲到这的话，我们就稍微帮各位再复习一下，复习什么？复习大盘。对，我这么简单的看看 review 一下，你看看10月26号礼拜三。10月26号礼拜三呢，你不要忘了，10月25号当天是不是最低12629？还记不记得？记得。哦，当天出现最低点，每个人都看跌破12000，每个人都看要跌到10000。哈哈，我刚才讲台股关门比较快。那天到了10月26号，涨了62点。我公开告诉你，朝阳渐入光芒，看到没有？是看到了，看到了啊！那天我讲完这个，都还有人跟我讲，老师。那就跟你谈一天而已啊、哦！对对对，谈一天，对。然后看那个10月27号礼拜四，一涨了197点，我说阳光露脸了，看到没有？这形态看到没有？看到了啊！这形态你看到了没有？看到了，看到了。好，再看下去，10月31号礼拜一，我公开告诉你，很快站上13200点，是有没有站上？有啊，昨天就达阵了呢。昨天就达阵了，是不是？是，我都把证据调出来给你看了。到了11月2号礼拜三，只有涨62点。我说进货进一整天，是不是进货进了一整天？然后你们这边杀低，然后再来11月2号礼拜三跟你解，做多意愿浓厚，盘间续涨，够不够啊？很够啊！好，再继续看下去，11月3号礼拜四跌了113点，我说又是利空大进货，那天利空就是美国大跌嘛。对。再讲回来，美国大跌又是升息的问题，是对不对？又是什么升息通膨关台湾什么事啊？我真的搞不懂啊，关台湾什么事啊？只有一些阿呆小白，你恭贺你们把股票塞在地板上，王彤买的好高兴。是啊，买的便宜的，买的甜甜的价位啊。这个就说市场上这就叫供需，现在清楚了没？清楚了。你们不要说我们就要，对，你们要股票的时候我们就要钞票，对啊，这个就把股票给你，哎，这个就叫供需，哎，看到没有？11月3号礼拜四跌了113点，我公开告诉你好盘。再来看11月4号礼拜五，我会跟你讲持续养空又空，对不对？对。那持续养空又空以后怎么办呢？11月4号礼拜五，我只跟你讲大行情启动。大行情就是不是这里有，是不是这里是好了，都看到了吧？都看到了。我写的还不够清楚吗？很清楚。11月7号礼拜一公开告诉你13200达成，对不 对？好了，剩下的我们就不给你看了，剩下的我就必须要在必须要在这个索马频道里面来给你看了。是啊，对不对？老师，你在10月26号那时候告诉大家这些话之后呢，那时候都没有人敢相信，而且2330的台积电那时候还破底，跌破了400元的价位，吓死了好多投资朋友。结果老师你讲完之后，台积电就上去了。对，台积电上去的，而且我讲台积电有个姐妹股。对，
3661世新 KY。 为什么我叫它姐妹股？因为它是台积电的供应链，现在知道了吧？都知道了。我不是胡说八道跟你讲一个东西进来啊。是啊，我不会说拿一个台泥跟你讲它是它姐妹股，这两个根本风马牛不关的事情，对不 对？所以王彤跟你讲的话要请你听懂嘛。是，那我看到世新 KY 今天表现我都笑翻了。为什么呢？来看一下 F8。 好，昨天涨停板。对，没错啊，没错，这里这么清楚，昨天涨停板，对不对？今天又创一个新高啊，昨天涨停板了，看到没有？看到了。哦，市场上每个人都有世新 KY。 哦，每一个人都在讲世新 KY。 王彤接的实在有时候我看不下去啊，我调资料给你看好不好？好，调出来给你看看，来看清楚。10月26号我都公开印给你啊，10月26号还来，我们来看看看这个低点，这个最低点的时候是哪里啊？你看清楚，看清楚，10月26号，看清楚，看到没有？10月26号最低点看到了没有？看到了，看到了，就这一天。我说今天三度介入560到566进的，够不够清楚啊？很清楚啊。为什么我没有给你写定点？因为这一档的高价股。那高价股啊，而且我的特别会员有时候他们比较忙，他们看不到讯息，不是说看不到讯息，讯息漏看了。对，看到的时候呢，哎，点位可能跑掉了，或者说运气好一点，刚好又下来了，他们就看下不下去买了。这就是我常讲，我给你一个范围的原因在这里，不是说说我给你范围，是说大家进场点不太一样，所以我就抓这个情形。哇，老师，今天已经看到800多了耶。哦，最高85，看到了啊，看到了，好了，看，来，看清楚啊。11月7号，昨天啊，告诉你，恭贺各位，3661世新 KY 涨停板，并创下波段新高。我们目前大幅获利中，不急出脱，停利点上调至多少钱？来，我给你看，我直接拆开来给你看清楚啊。啊，哇，老师，你今天要大公开耶！对，我直接拆开来给你看，没关系。哎呀，看到了啊，停利点上调至777元，跌破时获利出清，不定通知。你现在看看今天的世新 KY 有没有打收盘778，最低是不是在765啊？对啊。哎呀，我们这个。也不算红包了，没关系了，免费送给你service了，好不好？哇，老师，这不算红包，这么大的红包哎、欸！我都还没记录红包了，是不是？是啊，我给你看，这是不是我们的红包？是啊，而且是大波段的操作哎、欸！哎，我刚刚讲了嘛，昨天涨停嘛，全市场通通有，对啊、我笑死了。今天我看你们有没有？今天我就看你们那些人有没有？对，哇，他早上去买，今天尾盘又赔钱了。不只是他了啊，还涨6150，来，再给你打一下6150。啊，都有，昨天也涨停，市场上都有。今天呢，开盘涨停，收盘是跌半个停板。哎，这很好看，开盘涨停，收盘在这里是不是刚好跌半个停板？对呀、啊。哎，我就看你们怎么讲。那早上你卖得掉吗？货一卖就下来了，你根本也卖不到这里。对呀、啊。看到了啊，都看到了。哦，都看到了。那老师，汉旭，你是在底部的时候就告诉大家了。我们买48.5。嘿。那现在如何？我今天不帮你解汉逊了。哇，老师，你汉逊买48.5，今天来到了74元最高涨停板呢。哦，哦，从四字头涨到了5字头，涨到了6字头，涨到了7字头，到今天已经快看到了8字头嘞。陈宇刚刚讲得很清楚啊，4字头、5字头、6字头、7字头，快到8字头。对啊，你们的涨停板啊、哦，汉逊。我这讲不好听你了，害你个卡称呐、啊，好坏都看不懂。好的，再看下一个，来看看啊，这个是昨天的，对不对？恭贺各位，3592瑞鼎市价出在这个价钱，我们买了多少钱？这是今年第69个红包，对不对？对，这个我盖起来了啊。那恭贺各位，8067创市价出来多少钱？我们买了多少钱？这是今年第70个红包，也是昨天发的红包啊，昨天发的红包了啊，我这个不再念了啊，注意再看这一档，11月7号1:30。哎，一点啊，52.5台办市价出在78.2元，我们买在多少钱以下？这是今年第71个红包，看到了啊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，看清楚再来。哎呀，在这里，手中有52.5台办多单者，现已创1个半月新高，是可先获利一半，留一半，请将另一半停利点上移到多少钱？跌破时
出行不令通知，这是昨天的啊。对。那现在我揭开台办给你看。哇，老师，你今天揭开很多秘密耶。哦，我们实实在在的获利，啊，让你看清楚，对不对？是实实在在的操作啊。实实在在操作，看清楚啊！来，停利点上一次77元，对，跌破时获利出清不令通知。来，50.25收盘76.5，那请问我们出了没有？当然出啦。哦，出了。哎呀，我都还没有时间写红包。这是不是红包？当然是啦。哇，老师也是很大包红包哎。啊，好，够不够啊？很够啊。所以投资朋友们想跟着我们的会员朋友们一起来领红包的好朋友们，那就赶快拨通电话进来跟紧至尊大师的脚步咯。那我们今天节目真的内容非常的丰富，时间有限，所以没有办法再继续跟大家分享好多好股票了。那如果你想看更多的，也欢迎来看老师的飙马影音，里面有很多股市当中的秘密会告诉你们哦。在这边也谢谢王通老师来到节目现场。哎，谢谢主持人，也祝各位空中朋友们在明天操作顺利。华冠投顾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，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。本节目资料仅提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华冠投顾一一一金管投顾新字第015号。